突然失控，结局意外。比特犬发狂会怎么样？有人说比特犬只要看到其他的小动物，它就会失去理智，直接上前攻击。如果狗主人这时候想去制止它的时候，它连狗主人都会咬。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？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测试，稍后咱们去抓一只活鸡过来，然后扔到比特犬的面前，看看比特犬看到那只鸡，它究竟会不会发狂失去理智。话不多说，测试开始。这两只小鸡今天就倒霉了，咱们从中抓一只。一二三，好，咱们出发去找比特犬。小比特犬一看到活鸡，立马就兴奋了起来。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将鸡放走，走。不好，失误了，门没有关紧。来过。比特犬并没有像想象中一口就将这只活鸡 KO 啊，目前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温柔。待会咱们就从它口中抢夺这只活鸡，看看比特犬会不会攻击我们呢？鸡的翅膀都要断了，没想到比特犬平时对狗这么凶猛，对鸡还是下口挺轻的。接下来咱们做另外一个测试，就是从比特犬口中夺过这只烧鸡，看看它究竟会不会咬我们。过来，一巴掌就摔死你。你看比特犬整体还是非常老实的，它并没有发狂攻击狗主人，测试就此结束。